好不容易有压岁钱，买了 M 家的泥，结果还是被小卖部老板给坑了。有的泥脆的跟橡胶一样，有的泥是化的跟水似的，真是想屎的心都有了。想屎的心都有了。听说有人想屎，屎来了，这个屎好恶心啊！大过年的什么屎不屎的，咱们可以用屎来改造它呀。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味道的视频，那我就选一个紫色脆皮泥，我就来一个绿色花水泥，石头剪刀布，谁赢谁选。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，我先选。没错，是我输。我来一个最边上的粑粑吧，我要娶你，我也来个最边上的，满口喷粪。喂喂，这都哪里去了？发射能力好强啊！我的纸条怎么这么大？我的纸条这么长，画美人鱼妆得美人鱼化妆盘，我就是美人鱼本鱼啊，这个妆超级适合我，太便宜你了。少不了美人鱼眼影盘啦，美人鱼必须五彩斑斓，在眼头上一个黄色，然后在中间呢涂上粉色，眼尾呢再来一抹蓝色，眉毛也要涂上渐变色，然后画上渔网状的腮红，再贴上贝壳鳞片，最后再加上一些布灵布灵的人鱼肌，效果美人鱼妆新鲜出炉，我简直就可以做美妆博主了呢。我啦，这一看就是表情包猜谜嘛，一个是苹果，第二个呢是四个逗号，第三个是磁铁，这哪里是逗号？是一阵鼓舞风，吉娘贴，风代表很凉爽，这都能被你猜出来。黄溜溜的吉娘贴好像水蛇，哇，好滑呀！我要 C 位，拓跋粑粑君，小茶杯，瞄准目标发射。我的怎么也跟炸姐一样是小茶杯？真的有两个小茶杯，我选合理橙色，橙色明明跟我衣服一样颜色，所以应该归我呀。我先拿到了，东东先来后到。绿色代表生机勃勃，选它应该也不错啊。球，哇，擦起来好舒服。咦，还有个纸条，选材料。这次我们两个材料啊，那我要选绿色了。选材料呢，肯定是选飞机套，跟我的化水泥呢是绝配。粑粑君，你给我吐出来！吐，抓住了。我的这张纸好肥大哟，说的就是什么好材料呢？哦，我的是牙膏化学神器，我的是一个表情包，眼睛见瓜吗？一看就是饺子，你没吃过啊？眼见饺，我知道了，眼睛是代表木，木工。凭什么有这么好的材料？我跟你换好不好？我才不跟你换。新交到的泡沫球，这个蓝色很梦幻哦。还有黏糊糊的假 M 加泥，快到碗里来吧。擦房子牙膏，哇，像奶油一样继续泡，不能太多，要不然泥会变硬。刚好可以综合牙膏。接下来就是玛莎鸡按摩时间，好像一份甜品啊。加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材料，成型之后居然不软也不硬，刚刚好啊。这个蜜好嫩啊，像马卡龙的颜色。点个马卡龙小花花送给小可爱们。起来软绵绵的，接下来就要把像水蛇的清洁软胶加进去。哇，好滑呀！把这一层胶给脱下来，好像沙皮胶的质感啊，拍起来水当当的。小可爱们猜猜看，它们两种泥可以融合在一起吗？揉捏起来怎么有种恶心的感觉？揉是揉进去了，可是好粘手啊！虽然很粘手，但起泡感觉还不错哦。来个噼里啪啦大花花送给小可爱们。什么东西，黏不拉几的，改泥还得看奇迹。实验的洗衣凝珠，喂，进来吧，冲进了这样的木工小胶，开始把它们搅拌均匀。哇，硬泥果然是硬泥，搅都搅不动。加了木工胶，你这个手感上升了几个档次。那么多颜色，选哪个好呢？就选你啦，珠光橘色，穿个小尖兵。混合均匀，果然是美人鱼眼影盘，混出来的颜色这么温柔，还有个人鱼小腹肌。这个泥的质感特别适合起泡，拉丝非常的顺畅哦，纹路也很清晰。卷个小花送给小可爱，手都握不住了，起泡量已经这么大了。天大花花，哇，这个拉丝蜘蛛丝哦，颜值满分，质感满分，起泡量也满分，足足大了四五倍啊！我的泥虽然很黏，但是它的颜色超级小清新哦，我一点都没握好，还死不承认。考考你们今天有没有仔细看视频，老嫁姐加的第四种材料是啥呢？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。简直太聪明了，把一些不要的丑泥还有废泥改造成了一块老干洗衣液。整这么大，你是用来做衣服吗？做衣服肯定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改造它呀。那咱们就用大小勺来抽改造材料，就肯定我的干饭人大勺，我还选我的精致小勺。我哪一块呢？就它吧，粉粉嫩嫩的颜色适合我，我就要这块深海
海南归我了。减税以后特别像海苔，进我碗里来吧。你好，干姐，我先抽材料，来一个红红火火的颜色。回酸枣芽，我知道是啥了，白醋，果然够酸。白醋可是改泥界的二把手啊。白醋在手，改泥不愁，满满一大勺白醋的滋润，保证你变得柔柔软软。这次看我的，园林地林，太上老君不爱死林，喝一个黄色奶油胶。奶油胶改泥估计是有点悬呢，反正奶油胶也没用，那就随便咬一个吧。这次呢，我再来一个神秘紫色金光粉。哎，这个不错。金光粉你买这什么呀？我觉得它可以调色呀。虽然珠光粉很可能被泥吃掉，但是有便宜不占，简直就是傻蛋呢。才两个，温柔珠光粉拿一丢丢。我来选一个海天蓝填充物，它呢它改不了泥，但是呢好看也行啊。好可爱的填充物，可惜我是小勺子，就这么点儿。要想改泥过得去，必须抽签带点绿垃圾桶。这是啥？用垃圾桶来改泥吗？是真的垃圾，没有一样可用的东西。这好像有半包用剩了的用了填充物，哎，就它了。虽然没有多少，但好歹也是填充物啊。要想改你改得好，活的成色扫不了。珍珠，恭喜你，一样改泥材料都没有，看你怎么改。怎么全是些填充物啊？小勺子也要爆发威力，全是珍珠。我的老干皮已经开始慢慢的软化喽。像某人，什么化学材料都没有。谁稀罕你的材料啊？呛鼻子啊！骑士手里还没有改掉的老干皮，先把老干皮剪成各种各样的形状，再来剪一个爱心形，一颗小爱心就做好啦。老干皮的形状已经全部剪好了，再准备一个废弃了500年脏不拉几的手机壳，先用奶油胶打个底，然后我们按照心情再把填充物粘上去，再放个小姑娘，再送朵小花花给你们。刚刚剪好的老干皮也粘上去，爱心给一朵小花花，再粘点珍珠，右上角来点奶油胶，蝴蝶结粘上去，胶胶胶胶胶。白醋化泥的功能这么强大吗？全部变成一滩糊糊啊！老干皮手机壳新鲜出炉，改造老干皮又不走寻常路，只要脑洞开，改泥不失败。那你的泥呢？改造成功了吗？我的老干皮已经软化成功了，我看你是成功过了头，直接化成了一滩浆。Oh, no. 看来我才是改造老干皮界的小能手。其实你在玩什么呢？我在玩五彩般的乒乓球。你的乒乓球没有我的搓搓的好玩吗？要不咱们一起玩吧，摇五彩球，摇出哪个颜色就戳你哪个颜色的搓搓乐，最后将搓搓乐里面的史莱姆混在一起，看谁的最好看。爱就在中国。天玩毛球不得热死你啊，给我来个凉爽的材料吧。居然是粉红色。这是一块可以逼死密集恐惧症的老干泥，这上面有好多海洋宝宝可以挤痘痘。真打开也会弄起各种齿轮。你再选吧，我就来选绿色。这个你是什么？选择可多了，好厚实啊！哇，这史莱姆的质感也太好看了吧，一点都不比其他史莱姆差。唯一的银色被我咬到了，这个全是亮晶晶的亮片，还是很不想多一层。看我手使大招，爆！又是蓝色，哇，果然蓝色没有让我失望，里面都是布灵布灵的金粉，下金雨了。我也是蓝色。唯一的绿色，哎，这块五彩斑斓的黑金泥被我找到了。你是红色的，今天我跟仙女已经有缘了。哇，这个颜色真的是好好看。黄色，哦，哇，这是什么泥啊？这么黑，一黑毁所有啊！你的泥都化掉了，你输定了。金粉能不能掩盖住你的黑呀？你真是太好看了，我们不是来混合一把？粉色跟蓝色真的是最强 CP 呀！还有两个盒子吗？谁笑最后还不一定呢。那我肯定不要金子，但是那个都不好，而且红色，红红红，开车！哇，这回可算来一个仙气的你了，一没毁所有，再仙也没用。看看我的，长长的，把纸都拿出来，把对方的你拿过来一起混，我这个超级干净就归你。